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年2020嘉义艺术节。哇，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真的是重金礼聘，来邀请两支非常厉害的团队要来演出，真的要让大家非常享受的视觉以及呢听觉的飨宴。好的，那在今天呢，我们4点我们一开场呢，我们今天要特别来邀请的这个团队叫做古往今来古乐艺术团。好的，那在这边要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古往今来古乐艺术团，它其实在我们的2008年成立的一支团队。那我们的团长呢，苏黄任团长，有我们中国古王之称，哇哦！所以呢，等一下就可以来期待喽。等一下我们的团队会带来什么样精彩的火花？尤其呢，我们今天古往今来古乐艺术团特地呢，把我们的中国音乐当中最重要的敲击乐器就是鼓跟金，哇，我们呢把它做一个结合啊，等一下要来呈现鼓的雄伟，还有呢我们金属乐器的一个震撼，让大家感受到在我们的古老的民间的锣鼓音乐当中，现在已经能够发展出一种哇是非常有艺术感的古乐的这样的一个展现，我们共同来期待哈。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的表演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下半场呢，是我们的西班子在地，也是获得我们的入围我们金曲奖的我们的团队。那等一下呢，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会让大家来填写问卷，给大家一张摸彩券。今天主办单位同样准备了2张住宿券要送给大家哈。那请大家一定跟着我们欣赏到最后一刻。好，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我们现在呢，是不是就用我们非常非常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古往今来古乐艺术团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掌声欢迎。
大家，谢谢。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们是古往今来古乐艺术团，我们来自于台北市，今天早上6点就出门了，因为呢，为什么要6点呢？晚一点会塞车，会来不及，那只能早一点，可是早一点来又太早了，所以我们就来家已经很久了这样子，看到大家很开心，在这个午后这么热这么热的时候，还有这么多位朋友，真的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今天时间其实不长，说只有40分钟，所以上下场这样来下下，上上下下可能只能表演几首曲子，但是我们还是用最热忱的心来表准备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老人闹热一家，就是我们嘉义，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过嘉义艺术节。那知道有很多团队来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呢，我们有熟识的朋友赞助我们，海贼王帽子，正牌的哦，是正版的哦。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来分享这个喜悦，因为人家赞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想等一下我们也来一个有奖征答，听说有那个住宿券嘛，可是要填问卷要用抽奖的，那我们有几顶帽子，那我们就想说我们等一下互动的时候来问问题，有人答对了我们就送一顶帽子，这样可以吗？所以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刚刚表演的曲子叫做喜庆锣鼓，是第一首老曾的曲子，那这个是在淮河两岸，那有节日的时候他们习惯的一种表演方式，那现在接下来的老曾方式呢就是很台湾味咯。我们其实都是学中国打击长大的，就是正统的音乐班音乐系出身，可是跟台湾的音乐就稍微脱节了一些，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就努力的学习北管，希望跟我们台湾本土能够更接近，那更接近我们的台湾习俗文化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努力学习北管。接下来这一首就是风入松啊，大家要记得哦，记得每一我们表演的每一首曲目，然后我们来自于哪里，我们的团队名称，等一下也许就会问题就出来了哦，哈，谢谢大家。等我，因为我也要准备。Thank you.
我老街宝。我们自从学了北管以后，我们尽量有一个心态，就是这是我们台湾民间信仰。以前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的时代，只要碰到热闹的节气，到现在还有一些出顶的顶桃，对不对？那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就是只要是老人，就有北管音乐的存在。但是呢，现在真的比较少了。那我们这几年学习了以后，我们副团长就开始利用他跟以前学习做结合，他就把北管的语言用在这个中国的打击乐器上面，然后呢再重新创作。那我们今天这一首叫做《击鼓》，是古时候的鼓，鸣金现在，就是我们有一种传承的概念这样子，击鼓鸣金。然后我们用这种就是鼓乐跟拔类乐器，我们古往今来嘛，什么叫古往今来？刚刚主持人有帮我们讲，鼓跟金，鼓就是皮革乐器，金就是金属乐器啦。那你老的时候就是说鼓声若拍出去，钱就来啊，安尼听有无？好，那我刚说要有奖征答嘛，给我一顶帽子。请问，我数一三，我们乐团叫什么名字？这么快，一，再一次，新的，新的，那个有塑胶带的，因为刚刚我们有练习有带过。一二，二娘娘，一二三。哦，就这样来，橘色衣服的。古往今来。啊，古往今来，古乐艺术团，谢谢你。现在在东门啊，谢谢谢谢。好，就要击鼓鸣金咯，我很忙。
大家好，大家好，这就是我们的击鼓鸣金。那我们在刚这一首呢，我们就用了很多北管的那种口诀，就是锣鼓经，然后把它用成是节奏的东西打出来，这样可能大家还不是很习惯这样。那再来有讲真答吗？因为他们还要换乐器这样子。我们刚刚讲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表演很多这种，每次就把北管的曲目排在第一首跟最后一首，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一种感谢，敬天谢地。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都有很多人的帮助，那最后这么多人我们要谢谁呢？所以我们就谢天地，这样谢谢大家今天来支持我们，谢谢大家来赞助很多艺术团体，这样就是一种敬天的谢地的感觉。所以我们每次第一首都会是用北管来开场这样子，那第二首就是我们的重新创作。好，问题来了，请问刚刚表演这一首叫什么名字？这位戴粉红色帽子的阿姨，来，谢谢你，海贼王的哦，他坐船去玩哦。接下来我们这一首，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做什么呢？有没有放鞭炮？是放一长串的那一种，还是点那个很危险的那个冲天炮？冲天炮很过瘾，对不对？很想点燃，咻咻咻，可是又很害怕，对不对？对，好，我们现在就要用很多打击乐器表现那个蹦蹦蹦的那一种，可是用很多不同锣的声音来表现。那大家看看像不像咻咻咻的冲天炮？中间有危险动作，没有练过不能模仿哦。好，那我们大家来看看冲天炮。Thank you.
精彩。刚刚我有没有说没有练是不可以模仿的？你看对不对？刚刚有太阳啦，对不对？所以那个而且坐车坐很久掉下来了。好，我来问一个问题。哦，先介绍一下好了。你们认识那个螺吗？这个螺有没有看到中间凸一个出来的，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北管螺，只要那个声音一出来你就知道，哦，那是北管音乐呀，老人啦，有没有？有那个大西安啊，因为我们是这样讲，你们是这样讲吗？北部跟南部的口音好像不太一样，我的台语也不好。哎，是啊，所以那个叫做北管螺，北管大螺，那个声音一出来就是北管的味道了，对，嘿，好，所以我来问一个问题好了，刚刚这首叫什么？哦，好，妹妹，粉红色妹妹，红天炮，答对了，你有领金哦，谢谢。我刚刚去旁边的时候，我们的团员说，那个还有帽子，可以多问一个问题。那我想不出来，我请我们今年才从北医大硕士班毕业的毕业生，他会很多东西哦。你看我们会吹唢呐，还会打鼓，对不对？他会敲锣，什么都会哎，在我们乐团是很辛苦的。很恭喜他，因为他真的很认真。来，你问一个问题。好，谢谢大家。大家刚刚有看到这个乐器吗？有。有人偷举手了，不可以偷跑，超假包。好，来，准备一下哦。谁知道这个叫什么乐器？来，等一下。一，等一下，帮忙看哦。一、二、三。哇塞，好难决定。大家都会耶，很开心。哎，绿色衣服的女生。对，我觉得。什么乐器？唢呐。对。哎，对不起，加考一下，知不知道台语怎么念？没有关系，我们送歌题，这个叫勾吹，好不好？台语叫勾吹，大家跟我念一遍。哦。哎，好，那个台语念崩勾吹，就是这个吹唢呐的意思啊。咱在地人爱讲台语哦，好不好？小朋友会不会讲台语？会啊。好啦，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多聊了，我们看节目比较要紧。下一首是北管清韵，来，我们交给我们专业主持人。那个你知道我们在都市里面迎神散会的时候，你要老人就有顶桃，对不对？那住在山上的人怎么办？都是山间小路，对不对？那怎么有那么多的那种顶桃可以走呢？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奶刷 logo。 好，我如果讲错了，里面导师再跟我指正一下，奶刷 logo。 对，那青刷拿来在深山里面，我们就要很早就出门，像我们今天早上一样，一大早天蒙亮的时候我们就出门，所以就有那种轻轻的声音，听到远远听到锣鼓来，山上的人就听到，哎，有顶桃来了，有阵头来了，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一首就是用北管很多曲牌把它串成一首内表现内山锣鼓，就是山上的人的那种老人的情况，这样子哈。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北管清韵啊，这首是我们北管的负责老师黄世文老师编的编曲，不是创作，因为我们就是把很多本来有的素材把它重新整编，这样叫编曲，不能讲作曲，这样其他的北管神西会生气，因为这是旧有的东西，哎，就是创意重新转整编这样。好，我们就来北管清韵。那我们都是戴海贼王的帽子，黄老师叫我说的。Thank you.
最后一首要介绍给大家是国乐名家李明雄老师最经典的曲目，几乎是
世界知名，连外国人的管弦乐团都邀请他去演出的这一首《龙腾虎跃》。那这一首曲子呢，李明雄老师设计的非常用心，就是展现鼓的各种音色，有打鼓中心，我们都知道打鼓就是咚咚咚咚嘛，对不对？但是厉害的人他会打出不同的音色，比如说鼓边会有砰的声音，有啪的声音，也有咚那种深沉的声音。那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鼓比日本的太鼓厉害，因为太鼓好像就是一些节奏的变化，比较少有这种音色的变化。那这种音色变化呢，在西洋鼓也是表现不出来的。为什么呢？西洋鼓呢是塑胶皮的，那我们的是兽皮的，所以那个张力的不同，所以展现的鼓的声音也不一样。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去想去寻找出很多鼓的不同音色和可能性，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样子。那大家准备好了，那我们就来听这最后一首《龙腾虎跃》，谢谢大家。介绍
站在我们中间的就是我们的团长苏黄任团长，也有也是我们的中国鼓王，哇，尖叫声，哇，我们团长呢真的是台湾之光，因为呢常常受邀到中国去教鼓，你看这个很厉害，对不对？一般我们都是邀请中国的老师来台湾教鼓，可是呢我们的苏团长反而是中国力邀去教鼓的大师。再次给我们的苏华任团长一个热情掌声，也再次给我们的古往今来古乐艺术团一个热情的尖叫声，哇，把我们的传统的锣鼓喧天能够幻化出这么精彩的古乐的艺术哈！再次谢谢我们的古往今来古乐艺术团，谢谢，谢谢，好精彩哈！哇，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难忘对于刚才的一个演出。再次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哈，我们的嘉义市政府文化局。那在我们的今年2020嘉义艺术节，哇，我们可以说是呢重金礼聘了好多精彩的团队来到我们的艺术节来演出。好的，那在我们的上半场呢，我们欣赏到我们的古往今来我们的演出之后呢，接着我们要来